你是第一次入围吗？你第一次入围，然后就拿两座，我天哪，走啦！恭喜你！虽然我比较希望是破局，但是私心私心。台北歌手导演炮轰评审，不满莫吉是弟叔卢广仲。我的幸运女神就在我身旁，可是女神好像不太灵验呢。虽然台北歌手横扫五大奖，堪称本届金钟最大赢家，可是呼声最高的莫吉却无缘抱回师弟。对于评审给他角色负担太重的评语，导演娄艺安听到直接开呛。真的吗？不管是这个角色的厚度，还是这个角色的深度、难度，我觉得都是远高于分。哦，看到咱们莫吉乌云罩顶，真的很想给他秀秀。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卢广仲的表演，因为我有看《花甲老板》，然后我觉得能不能得奖这件事情没有那么，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那重要的就是，这个作品能够被大家看到。每一个女生都有各自爱好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一处。我觉得他们也是胆识过人。娱乐中新闻，我长成这样都可以得这样男主角了，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报道。